安全支架把它固定住，这样别管它不动。那是。啊，那我这个 OK， 我们就开始就帮他做起脚的动作。嗯，检查一下吧。啊，对。因为好久了，我们我刚才在做水平感应，只是有帮他检查过，这还 OK。哦。好，我帮你检查一下，不紧张。对。因为我们第一次来是因为有蛀牙来的嘛，对。啊，嘴巴张开一下，帮你吸一下口水，你口水很多。因为他不会吞咽，嗯、其实我妈不会吞咽。嗯、好。还有没有蛀牙？没有蛀牙哈。说的不错。啊？说的还不错，哎，因为我就在努力啊。真的说的不错，你俩这么来劲办的。哦。OK。那养护所也很帮忙啊，养护所也很帮忙，我也有私房的私房料理，哎，帮他加菜，哎，加菜私房料理加菜。下次洗澡不紧张啊，放心吧。一定要休息一下哈，休息啊。休息一下、啊、他有咳嗽能力就比较好，有咳嗽能力了、啊、对他比较好，对对，他会把东西咳出来、比较不会呛咳、当然比较不会咳到，是唯一这个叫做什么保护机制好，不紧张，不紧张，不紧张哈，妈妈不紧张哈。对，把它咳出来，啊、哦，咳没关系，继续咳没关系。哎，把它咳出来。不紧张哦，啊。好，我们就继续啊，哈哈。啊，不紧张，嘴放轻松，对，啊对。我们就嘴里面比较的一些。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哦，休息一下哦，哈。